花很多钱在解决。我们没有友情啊，你们这些人。那钱是我的是吗？没有。他刚刚问我小钱在，我们跟他借，我们找不到。其实我们是抓小学外面的。他说叫我生日，我给是给他。那个可以，那个立涵哦，跟他亲眼讲，哇，你们有特别任务，特别任务就是要找到立涵，然后你们加油先。我们家还要去广东一下，广东一下，所以我奇怪，我就讲，我很去广东啊，黄袍不系太出关怀，是不是？余亮，我妹叫买些零食关啊，八个字，哦，两八千，哎，叫我们买一些零食去水上很口渴哦，去买啊，我要可乐，正阳要100号，不要，九哥还要可乐啊，正阳要100号，这个要我，帮我买零食关一下今天，对呀。你们买了过后就有5%的 bonus 可以抽啊！不要再坑人了啊你！开始。要不要去买一些 Nike 裤子？啊？所以你不会那个什么，你不会走那个回仔巷找那个不是古老的那个神树啊？就是我们不是那个四十到六十年代那个那个啊，就是真的就是那个老的。他跟我们讲那个神树在里面的，我就突然就问他，然后老一代的我就问他了。Thank you.